祝贺你当选泰国总理。中方坚定支持你领导的泰国新政府顺利执政，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，共同推进各自国家现代化进程。中国和泰国是亲密友好邻邦，中泰一家亲。 历久弥新。 2022年11月，我访问泰国时，同泰国领导人就构建中泰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。很高兴看到访问成果得到有效落实，双方在经贸、科技、人文等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。 这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。明年，两国将迎来中泰建交50周年及中泰友谊金色50年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，双方要发扬中泰传统友好。 深化在贸易投资、互联互通、科技创新、数字经济、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，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在下一个50年取得更大的进展，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。